事不宜遲，不如我哋有請陳博士喺台上面同大家分享幾句先，因為我知陳博士慣性嘅，係啦，表演之前咧要親身多謝我哋今日嘅善長仁翁，所以咧藉住呢個機會，我哋有請陳博士同我哋在場嘅來賓講幾句説話先啊，陳博士有請。大家好，在表演之前咧，我一定要講幾句感謝説話。 首先咧，我好感謝今晚同我拍檔嘅聯席主席 Richard 哥，感謝你，同埋我哋理大籌款嘅團隊，歷幾個月咧以來咧係好努力，咁令到咧同埋加上咧在座同埋各位支持理大嘅朋友嘅支持咧，我哋真係好開心，所以非常之感動，我哋今次係破紀錄。 咁今次咧，第二我一定要多謝我哋兩位工業界嘅榜樣，佢係我哋老朋友阿 Johnny 劉學雲先生同埋阿 Roy 鐘，佢同我講 Raymond， 佢知道我學武，佢話如果你肯上台表演咧，我每人20萬，咁啊加埋阿媽咧都幾可觀，咁大家知道咧，今年我哋好重要。 如果我哋籌到1蚊咧，政府係 match 1蚊，即係我哋今年咧就好重要嘅。咁咧，希望咧我會落足力交足功課。但係咧，如果我交咗功課，覺得交得你哋滿意，希望填多幾蚊啊？希望台有啲 form 填多幾蚊，鼓勵我同埋支持理工大學。咁咧，今日難度增加咗，我嚟到睇到個台咧咁窄。 即係增加咗難度，我知棍都闊過個台。咁喺度咧，第三我今日能夠喺度為大家分享武術，我一定要感謝我嘅師傅馬志堅。馬志堅師傅，馬師傅。咁喺度咧，我介紹下師傅，一定要介紹下師傅。其實咧，我師傅係青少年嘅榜樣。馬師傅唔係一般嘅龍虎武師，佢真真正正係霍元甲。 嘅入室弟子嘅入室弟子，佢嘅武術咧係入咗中國非文物保護。佢真係我哋早年嘅黃仁書院嘅狀元，亦都係香港大學高材生，亦都係我哋嘅副教育處長。佢好低調，我好幸運能夠跟到個項目。咁即係話曬都係。 霍元甲第四代，咁我哋希望一路傳落去俾啲青少年，能夠佢哋健體強身之外咧，亦都學到武德。咁馬師傅咧上個月咧就係啱啱80歲大壽，但係咧佢喺2個月前咧，啲專家請佢用精密嘅儀器咧去同佢測試，佢嘅迷踪腳咧踢出去咧係250磅。 佢嘅迷踪拳一出拳咧係150磅，咁證明如果有張 certificate 俾佢咧，佢年齡咧係47歲。咁恭喜馬師傅，馬師傅好。咁我今晚咧就因為我哋迷踪派霍元甲咧就係比其他啲門派咧兵器比較多嘅，咁啊揀咗三樣兵器，就一個行者棍，一個係鷹槍，壓軸咧。 就係難度比較高，亦都係中國殺傷力最大嘅三節棍。咁李小龍師傅咧就得2節啦，我支棍比佢長嘅，咁樣你睇到咧係比佢着數嘅。咁大家希望同你大家分享，希望多多鼓勵，多多支持，多謝大家。
陳博士為大家表演咧，就係行者棍噶。咁咧接住落嚟咧，陳博士話要表演第二個武器啦，就係英槍。大家真的要拭目以待，望實陳博士咧，陣間為大家表演三節棍啦。咁大家見到啦，喺周倫倫博士以及打擊樂嘅殿堂金大師、果金大師同埋我哋嘅鋼琴伴奏之下啦，一陣間相信陳博士為大家帶嚟嘅呢一個三節棍嘅表演將會係更加精彩噶。嗱，呢個時候咧，陳博士又話：如果大家想睇咧，就俾再熱烈嘅掌聲送俾陳博士。Dr. Raymond Chan， 多謝曬陳偉文博士 ，Thank you。哇，精彩嘅表演啦！這個簡直真係，我覺得係絕世無雙嘅組合，唔止非凡添啊！好啦，這個時候咧，我哋有請我哋三位嘉賓啊嚟到台上面致送我哋嘅花束啦，感謝嘅花束啦，送俾我哋三位嘉賓噶。咁當然啦，剛才為我哋成個表演咧。有一個鋼琴伴奏的那位鋼琴手就是楊志傑先生 Mr. Sam Yang， 我們有請我們四位嘉賓一起拍一張合照先，望著我們大會攝影師 Thank you。 同時我們也有請顏主席、孫主席以及盧博士來到台上面致送我們的紀念品給我們三位表重量級的嘉賓，包括陳偉文博士、果金大師、周倫倫博士，也都多謝 Mr. Sam Yang 楊志傑先生為我們鋼琴伴奏，也是我們有請這麼多位嘉賓來到台上面。可以說剛才那個我好笑，我想講啦，我頭先同 Jimmy 一台下睇，我欣賞最後個三節棍嘅時候咧，如果俾我咧揈下揈喺嗰
白咗落自己個題，而家暈咗㗎啦！係啊，所以頭先咧，我見到嘉賓咧，全部都望到眼定定咁樣喎，真係。係啊，一啲都唔易啊！你見到陳偉文博士咧，真係應該係用咗好多心機去鋪排呢一個表演嘅。咁所以我哋仲有一陣間更加多嘅贊助善長支持佢哋嘅表演嘅。再一次用熱烈熱烈嘅掌聲，多謝果金大師、周倫倫博士以及 Dr. Raymond Chan。Raymond， 好多謝你啊！今晚我發啊，你做得好成功。都是靠你和 Richard 的。咁下一首歌呢，我和 Raymond 又會夾一夾。Raymond 彈古箏，我彈吉他，咁其實我就跟住佢彈嘅啫。主要演出係 Raymond。我哋彈只咩歌啊 ，Raymond？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OK， 好。多謝曬 Raymond。